Hello， 我又来参加 EP Club 的活动了。今天晚上叫做 Formula E 333之夜，我们未来车主呢组成了一个战队，可以去后面去开这些卡丁车，然后同时呢也能看到马清华小马哥去开这个电动 Formula E 的比赛啊，我还是好期待啊！哎呀，薇娅同学来了呀！就是，对，刚发送那个开播信息。关注一波威尔的冠军之夜虎牙直播，虎牙直播。比赛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我们能够带领车队去征战顶级的世界锦标赛的赛法，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把我放在上面，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只是这四位当中车手，这四位车手谁最大？大家来猜一下。好，准备好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 ？OK 吧？好，三、二、一。就是我，什么过弯，很秀。张怡。哎，对对对。厉害啊！张起点的一个电影。哎，飞行员。这都能猜出来，这太简单了。好了。好。张起点的。我们改那个什么声浪。这个是不，我知道他换挡的打什么挡的三个字，就是这个机械机构上变速器变速箱啊，对啊，下一个可以啊。好了好了，现在小马哥要上了，加油。小马哥加油！哦，快去！哦，多签一些，哦！小姐姐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签名，带着我们的帽子去找小马哥签名了。四个人的，谢谢。团购的是吧？对，因为就找我一个人，帮他们都代办了。哦，谢谢小马哥，谢谢。别老师。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还是这个意思，不管你以前开没开过，不管你的技术怎么样，关键是你来开了，就觉得这事儿很有趣。你们跑比赛，你们混到了啥，对吧？我，你看我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你看混到了一群好朋友，对不对？混，对，这就是赢了。你这么说话，还有人打赏吗？对，我还赢了六号大奖。对，有，混到了世界冠军。没有。同志们，这就是 Formula E 的现场连接，他们竟然用的也是 Zoom， 哈哈哈哈。然后你看这车手就在家里，哇，这个还有现场解说版，稍后。我们两名车手分别在两条赛道上被以足球这个飞铲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弄了上天了两次。所以刚刚说今晚的计划就是谁撞我，我撞谁。这场比赛是在滕格尔霍夫的机场里面来。看里面一号弯，来看一号弯，到底是内侧还是小马哥选上的内侧？小马找了一个坚决的一个。哇！鱼雷！没事，好，躲过了，再躲，好，漂亮，好漂亮，挤过去，再来，好漂亮，好躲开了，来顶住，哇，漂亮。再来，哇，好，内线有了，哇，
漂亮。再来，再来一个内线。哇哇哇！啊，都不刹车了，都不刹车了。这个车已经换了一圈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好啊，上老哥入弯走的是外线，看一下出弯。我们先看堵车了，堵车了！哇、哎、哇、哎哎哦！干他，干他！哇、哦！哎呀，还给人家顶正了，还给人家顶正了！哇，太狠了，太狠了！有了，刚进圈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平时蔚来太少组织这样的活动，没有提升，对吧？蔚来在 Formula E 方面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知识水平以及驾驶水平，嗯，所以说我觉得蔚来需要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对不对？提升一下车主的平均的水平，下一回就要把就。驾乘一定要两个放到一起，对吧？不能光乘，还要驾，对不对？就像就我把车开到浙赛去，对吧？刷了个圈，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哇，大家这个关键现在我们未来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对，就是就干掉小钢炮，轻轻松松，对吧？一点压力都没有。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会被黑啊！没关系，习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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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体育竞技就是他，你一定要去做，才我觉得才能对。哎，这个。说得很好，对，一定要去做，自己去参与，就像就试车一样，就你车一定得去试。你看了再多的比赛，你看了再多的评测，我觉得都不如你自己开一次。是的，真的不如你自己开一次。帮帮帮，是吧？小马哥威武啊，来了，好。然后先请小马哥来给咱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比赛吧。首先是这个，今天其实排位赛这一圈也有一些失误没有跑好，然后排的位置也不是这个，所以大家这个确实全部火力全开，特别激进，毫无节操，然后就一号弯已经一锅粥了，然后这锅粥一直断到了基本上第三计时段，然后那个后半程基本上我在就是。离开了这一堆杂乱的这个撞车之后，就慢慢开始想往前追，但确实已经落得比较远，因为在最后一次纠缠的时候，有一台慢车，就是我一直缠着它，但是没有把它给缠起来。线上五里赛，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画一个句号了，但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马上还会再去见面，我们用一个更亲近的一个姿态。更这种融合的姿态跟大家来见面，我想很多车迷不光可以看，而且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线上赛来了。对对，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我们 NIO 333 FE 车队啊，支持小马哥啊，支持我们远在欧洲的 Oliver Terry 啊，大家一起加电，拜拜拜拜拜拜。